行了，别哭了，你们俩还这么年轻，以后想要孩子还不容易。他不是你不懂，我已经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父亲，可是今天你告诉我是一个误会，你知道媳妇吗？我傻人吧？哎，你这个就是月经失调，现在的人呢作息不规律，饮食上又不注意，所以很容易出现这个症状。这是医生吗？这是我这平时吧，这个月经挺正常的，挺规律的，而且吧，我很注意，你比如说那个不能喝凉水呀，月经期间脚不能着凉地儿啊，怎么会月经失调呢？是啊。 这个可不一定哦，影响月经的因素有很多，像情绪异常，还有长期的精神压抑、精神紧张，或者遭受重大的精神刺激、心理创伤，还有你们的生活饮食习惯，都可能导致这个月经失调。